係冇就咁嘅。假設 A 呢點咧就係零六 ，B 呢點九零 ，C 咧就喺 y axis 上面嘅一點咧，就令到 A、B 同 Boy C 咧會互相垂直。part A 咧就叫你將所有嘅資料咧劃曬入個圖嗰度 ，part B 咧就揾翻 C 嘅坐標，咁咪就畫出嚟啦。A 嘅坐標零六 ，Boy 嘅坐標九零。C 咧就係響某個位置啦 ，Y axis 上面啦，就要就翻啦。Angle A Boy C 九十度，所以 C 你預計咧下邊呢度 ，OK， 記得加翻呢只直角得唔得 ？C 呢點咧，因為佢喺 Y axis 嗰度啊嘛，所以你知佢 X 坐標係零嘅，你就叻佢做零 C 啦，可以。咁咧就寫翻個關係出嚟啦。A B 嘅 slope 乘 B C 嘅 slope 等於負一，所以啦，六減零 over 零減九乘 C 減零 over 零減九等於負一。嗱呢度啦，分子六減零即係六啦 ，C 減零即係 C 啦，所以分子變咗六 C。分母啦，零減九即係負九啦嘛，所以負九乘負九咧出翻正八一，右邊就負一啦。將個八一掉過去乘六 C 等於負八一 ，C 咧就等於負八一除六，即係負廿七 over 二啦。所以你嘅坐標咧就寫翻 C 等於括號零逗號負廿七 over 二。咁樣答就 OK 啦，記得加答句，人哋問緊坐標啊，所以你要加翻呢個括號。